主子，水已经准备好了，请您入浴吧。主子，你可要多多保重自己呀。哎，奴才真不明白，淑妃已经走了，万岁爷怎么还不过来？皇后亲近亲近。主子。 听老人们讲，两口子打架，要是有个大胖小子，顿时就会变得如胶似漆了。要是你别唠叨了，讨厌！哎，接日本领事馆。 吉冈先生吗？不在。接司令部。什么？没人接？皇上，郑小徐紧急求见。 叫，是。皇上，大事不好了！郑大人派去东北的联络大臣到奉天，就听说恭亲王他，溥伟，溥伟怎么了？溥伟在日本人的陪同下祭祀了沈阳的皇陵。 他说什么？他要建立明光帝国。什么？皇上，溥伟在东北想靠日本人组织东北独立政府。不行，我不能再等了。你马上打个电话，就说上次是因为身体不适，再约个时间详谈。是。 喂，找吉冈，不在。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。哎，司令官阁下吗？不在。到什么地方去不清楚。好了，别打了。明天。 我跟日本录像男次郎直接联络吧。郑小徐，在。你给我拟个信稿，明天送来。是。好。好啊。嗯，你的稿子非常之好，拿宝来。 马上派个可靠的人送到东京去。是。皇上，这件事儿可别让陈宝琛他们知道。那当然。陈师傅这个人，忠心可嘉。太迂腐不堪了。 下去吧。是。住。
主席你来了啊啊，坐嘛，啊，谢谢主席，嗯，坐啊。我来问一件事情啊啊啊，侬见过侬那个宣统皇帝吗？没见过。你是他的老部下，为啥不去看看他呀？啊，不，自从北伐胜利被一支投身革命，早就反方见了。我现在给你个机会，你去看看他吧。不，你要去，你对溥仪讲，他想要到国外，不想，可以。他要到上海做语工。也是可以的。哦，这个，如果他还留恋紫禁城，也可以回去住。就是优待条件，也可以恢复嘛。坐。谢谢主席。嗯，谢谢主席。只是。有一条，民国政府不要他去东北，如果他硬要帮日本人的忙，那就人人得而诛之，晓得吗？是。陛下，嗯，陛下，我有急事向您禀报。婉容，你们先走一步吧，我马上就到。走。好的，嗯，嗯，嗯，啊，好，陛下，请稍后。他马上就到。
进水了，请看。啊，谢谢。请。那不是婉容皇后吗？哦，是吗？怎么她一个人啊？皇上是赶快坐坐，咱们看看。皇后，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您。为什么就您？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是皇上怎么没错？哎，就是今天皇上您能回答这个问题吗？你有嘛感想吗？请走开了，请走开，请走开，不要打扰，不要打扰。皇后，起开。皇上是不是想去东北啊？对对对，走开了，走开了，走开了。陛下，张学良和蒋介石串通一气，不但危及了我们日本人的安全，而且闹得老百姓也不得安宁。这样，我们才不得已而出兵啊！陛下，我们是诚心诚意的帮助满洲人建设王道乐土，请陛下放心，我们对于满洲没有丝毫领土的野心。此次我奉南次郎陆军大臣之命，前来恭请陛下龙归故居，建设一个新的国家。如果陛下同意，鄙人甘愿在陛下的旗帜下当一名忠诚的士兵。陛下意为如何呀？你打算什么时候启程啊？开门，快开门，开门。哎呀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陛下现在不会客。是我不是客，快去禀奏。我再说一遍，陛下谁也不见。嘿，你放肆！你放肆！你看，现在这些日本子越来越猖獗了。哼！你说的王道乐土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？哦，是独立的。自主的。我问的不是这个。哦。我想知道的是什么样的国家？是共和呀，还是帝制？这个，哦，好商量，好商量。当皇帝我去，否则
我就不去。那当然是帝制，帝制。主子，快！快点！快！快！快点！快走！快点！快！主子，万岁爷，请主子更衣过去。哦，啊，李顺儿，进来。哦，是。万岁爷，请主子更衣过去。谢皇上恩。李顺儿，在。你走吧，我没事了。是。老爷子，您看报纸，大街上都嚷嚷动了，说老爷子要到奉天重登宝座。老爷子，昨个就连唱玩意儿的小黑姑娘都穿了一身盘龙金绣的旗袍上台了。啊，老爷子，没想到奴才们憋闷这么些年，让小日本这么一折腾，哎，咱大清朝又吃香了。老爷子，这回咱又能像在紫禁城那样了。老爷子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是。哎，等等，老爷子，传我的话，叫李氏备马车。晚上让皇后陪我去俱乐部，我要向各界人士声明，我绝不去奉天，也不会同日本人合作。去吧。是。岂有此理！他早干嘛去了？现在才想起来优待我，还不是怕丢了他的面子。江主席这些年忙于围剿赤党，确实对皇上有些照顾不周。这会儿他可真是实心实意的。皇上，
过去的事儿您就别再较真儿了。你是我大清的旧臣，怎么说起话来总向着老蒋啊？我不，奴才确实是为皇上着想啊。蒋主，不，老蒋要是恢复了优待条件，那帝号不也就恢复了吗？帝号？哼，他能还我大清吗？皇上，看来这位皇帝老爷也该起驾了。船准备好了吗？小汽艇已经停靠在海河码头了。小汽艇是？这可叫皇帝受点委屈喽。不过小汽艇总比慈禧庚子年逃跑坐的马车要舒服的多了啊。船上要多放几桶汽油。汽油？小汽艇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又逃不开就老爷子，陈太傅带着各位大臣又来求见。不见。哎，老爷子，他们来了。皇上，各位有什么高见呢？皇上，当前大局未定，就贸然去东北，前途未卜，还望皇上三思啊！三思三思，要是日本人扶蒲伟上台，那皇上又该怎么办呢？我就请皇上三思，有没有叫你三思？哎呦，常州皇上陛下有什么破绽？我怎么对得起你？我说陈师傅，您看您这事儿想的，哎，我看过这事儿还是可以考虑的。哎呀，不，哎呀，皇上得去呀，甚是不难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是太优了，大清要上位，还是不去为上？皇上不能去呀，那么不管你试一试吗？看咱们这。老兄，皇帝老爷和他的群臣已经筋疲力竭了，你赶紧派人给他们送点点心吧。鲁仲年义不帝秦，世人赞颂，紫禁堂引狼入室，却是一亿走万年呐、什么？我是石敬瑭？二十年了，
20年了，我忍辱负重，卧薪尝胆，不就是为了恢复大清？现在我要去东北创建基业，你们却又拦着我。我不是小孩子了。东北，我一定要去。好，好，好。既然如此，那么陈宝琛就算给皇上告假了。老爷子，刚才外边来个人，说给老爷子送礼，可话没说完他就颠了。我打开鲜货篓一看，里边有这玩意儿。这是什么？是炸弹。嗯。啊！哎哎，快带走！快走吧，要不就来不及了。不行，龙袍，我的龙袍啊！快走吧。这，走，走，走，皇上，你让我去取龙袍，你走开。皇上，快走，走吧。龙袍，走吧。快走，哎，走。皇上。请这边走啊，上船吧。陛下，请上船吧。陛下，请上船吧。皇上，请。Thank you.
酒桶放好了，一切准备就绪，万无一失。好。哎，1931年11月的一个深夜，这位末代皇帝就这样在天津谜一样的失踪了。枪声血泪，溥仪前往长春，在关东军司令导演下演出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戏。溥仪1932年3月9日出任伪满洲国执政，签订了卖身契日满议定书。干吧这杯苦酒。
どうぞ。二日後、満州国五大兵家が五大典を行うする。獅子狩司令官から我々に命令したである。今日の会で三つの項目を言及するように、一つは五大兵家の五大典の直後を議定する。二つ、治安強化を研究すること。水の方は、反満今日分子を消滅する招致を確立すること。皆さんは、満州国国務院の次長である。しかし、皆さんは、外国の御門ではなく、実に所要権の行使をもの、満州国すべて重大問題を、我々の認可するのじ、それで自公するものである。陛下は天皇のような心身侵犯するべからず、ただし日本の国策を実現するため、日本人は彼に対して必ず尊敬の態度を放置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。郑孝胥先生，您好。哟西，请。啊，请。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林义龙求见。什么？关东军司令亲自到宫里来了。哎，啊，啊，嘿，嘿，更衣，更衣。